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隔壁小黑。今天呢，我为大家带来一期这个自由之战天梯啊的视频。那么这个天梯的话，我貌似也就拍过一期吧啊。那么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就来玩一期天梯奥罗拉啊。哎，对面只进了阿图，哎，我刚刚说好的奥罗拉呢？哎，我操，怎么玩？这还怎么玩？三个肉都被禁了，叫我选什么？帕奇怎么样？帕奇怎么样？哎，帕奇还行啊，帕奇还行。帕奇的话，帕奇是在这个版本是增强了啊，他这个钩子的距离变得非常的长。哎呀，本来想玩奥罗拉的啦，哎，这下子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哎，对面有海伦啊，我估计这一局赢了啊，这一局赢定了，有海伦，不过对面没有一个团控啊。没有硬控，没有硬控，就司徒有一个单体控，我也有一个单体控，然后这妹和查尔斯的这个控就不用说了啊。那么有人叫我发查尔斯的视频啊，说他不发查尔斯的视频就跑过来打我啊，我就想对他说啊，你过来打我啊，是吧？啊，我就等在这里等你来打我，对吧？啊，只要你能过来啊，是吧？啊，记得带点钱啊，给我充点钱啊什么的啊，这充点钱再来打我，对吧？啊，好的，那么这个对面这个阵容也不是太好啊。总的来说肯定是没有我们这边阵容好。那么帕奇的话，他这个钩子是增强了啊。以前的话钩子是距离不变的，现在钩子的话，现在钩子的话是一个，钩子是有一个增强距离的。那么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团控啊，所以说我们不打隐身了，打这个了啊。那么帕奇出门装不用问，肯定是两个盾了啊！这个帕奇是可以出全肉的啊，肉到你啊，肉的你不要的啊，来等一下队友过来啊！这个我这边没有团控啊，没有团控就打这个可能会吃，打隐身会吃力一点啊。来，这个帕奇的话也是最耗蓝的一个英雄，你看我一个技能都没放，他就没蓝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不是最耗蓝的吗？哎，两个都被我抢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也应该是哦，西巴拉，我这有武器，我看到那，哦西哦，他这个，我负责把你勾过来，哎，这不要让他们打扰他们的战斗啊，哎，这个德古拉的话，他前期战斗虽然是非常好啊，但是的话他是撸不过查尔斯，如果撸不过查尔斯，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没想到，就是阿斯卡他也是撸不过的，不要问我怎么知道，因为我被阿斯卡弄过啊，被阿斯卡弄，哎呦我去，这司徒干了啊，司徒把他干了，司徒还有多少血？司徒还有多少血？哎，杀不掉，杀不掉，哎，这个司徒给干拿一血，我去，这略掉略掉啊。不管他了啊，反正还是要继续玩的嘛。前期帕奇尽量要猥琐一点，尽量要猥琐一点。这猥琐到四级，有了大招就一切都好说了，对吧？有了大招，一个控就给你们弄过来，一个拉就给你拉过来。好的，有没有？就问你有没有？我闪现哦，这直接叫闪现跑啊！这个屌，这个屌，来这个，弄到四级就安心了啊，弄到四级就好啊，有四级就好啦。你去下路吧，下路不要挤一条路啊，挤一条路经验会分的啊，经验就分了，我就不好到达四级啊。那么以前的话，帕奇的话，他也怎么说，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恶心啊、非常肉啊的一个存在。然后，但是现在我这个各种闪现都给我逼出来了，看我多屌，对吧？啊，我有一种特殊能力啊，可以让他一过来就给我逼出闪现来啊。哎呦，这个屌，这个屌，这个屌，哎，这个我去、哦、啊，被他一个球给收掉了。哎，你是想跟我抢中路吗？帕奇还是带中路比较好。你去上路吧，你去上路，上路，你去上路。哎，我去，求求你了，去上路啊！哎呦，西巴拉，就是去上路啊！我操，上路没人了、啊，我操，我操！这个这两，这我好像快要死了，我好像快死了。哎，不怕不怕，哎，来这个，我这又给我逼出来个闪现，哦，西巴拉，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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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个我。啊，如此风骚啊！这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了啊，是吧？如此屌爆的闪现逃跑啊！然后呢，现在金币是不够买货架啊，赶紧传送啊，赶紧传送！我现在是三级啊，我去，三级啊！这个我帕奇更新之后，我都发誓过不想玩了，不想玩。但是为了我们团队的利益，我决定牺牲我自己啊！我们团队没有肉嘛啊，我决定牺牲我自己啊，还是要玩一下的嘛啊，对吧？啊，个人。
我个人啊，什么各种数，我自己发的誓不算什么啊，对吧？啊，团队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哎，这个都四级了，如鼠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等我到四级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死啊！帕奇的一个被动式杀人就可以叠加一个生命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杀的人越多，他越肉啊。然后所以说，前期不要给帕奇送太多的人头啊。然后这个把火甲给出来，火甲这个。有了火甲之后，就有基本上不用塔也能一套秒杀。帕奇最多的话还是以这个有塔的话就可以单杀，不过还一般还是以这个助攻为主啊。哦，好的，来西巴拉，就是这样咬爆你，跟你说，就是这么屌。哎，拉过来直接咬一下啊，吓死你们啊！跟你说，这帕奇放几个眼还是非常好的啊。那么这个等一下再买烟吧，这现在这个经济还不是太好。上路的话，这个德古拉有多少血？德古拉干一下啊，干一下这德古拉，来看这钩子勾的准不准？哎，勾不准。这个帕奇这钩子还是非常需要预判的啊。来，给你来个减速，好的，漂亮啊，漂亮啊！一个这个苍，这个你如果开声音的话，这个二技能它是有一个苍蝇那样的声音啊，超级非常难听啊，这个刺耳啊，这种声音简直刺耳。简直令人发指，哎，跟你说，哎呦，又给我闪现，哎，看到我就闪一下，是吧？屈服在我的淫威之下，然后这个，那接下来就出，哦，西巴拉被盗，接下来把那个，魔龙给出了吧。来，这个对面 AD 发育的也不是特别好啊，来，哦，这样都给我咬到一个，我，哦，这个屌，哎呦我去，又给抢人头，哦，这抢人头太厚颜无耻了，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哎呦，看一下这一钩子勾的准不准？就靠你！哎呦，这个又没勾准啊！啊，这钩子还是也需要练一下。我们不怎么玩帕奇了，本来想玩奥罗拉的，哎，这个结果奥罗拉居然被禁了啊！这奥罗拉的话，在天梯里面，在船长和洛克都被禁的情况下，就可以选奥罗拉，是吧？所以说我花了2天的时间来去练奥罗拉啊，一天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天吧。啊，果断叫出一个闪现跑啊！来开个这个苍蝇，哎，来你追不上我，你追不上我，哎，就喜欢看你这种样子啊！追不上我又想打我又追不上我啊，就是喜欢看你这种样子。哦，西巴拉，来再来咬一下啊！这样都给我拿个人头，我太帅了是吧？啊，来这个草丛里有没有人？来插放个眼线，买几个眼啊！来放个眼，然后再这放眼的位置也是要非常注意一下的。然后这里再放个眼，因为有很多人跑到这里都会回城了啊！哦，这个西巴拉，哎，他不动吗？他是挂机了吗？哎，这个屌，然后让我来尽情的揉捏你吧啊！来吧啊，来再来一个，来花式的，来啪的一下，好的就给你干了啊！啊，这个他掉线了啊！这个我怎么感觉有点羞耻的感觉啊？感觉有点羞耻啊！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啊？啊，好的，小龙是又刷新了，打小龙了，过来打小龙了，嘿嘿嘿嘿，过来打小龙了，查尔斯，哎，过来呀，打小龙嘞！哦，你难道要找我一个人打小龙吗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你就要让我一个肉来打小龙啊！实在太屌了，这居然让我一个肉来打小龙啊！就算我长得如此帅气，哦，西巴拉，不要过来！哎，没看到我，这个屌，没看到我，来这个再来打一下，哦西，来控他，来上魅惑他，哎，来我一个钩子拉你过来，哎呦拉准，漂亮啊！这样都给我拉中一个，我盲拉，这个屌，盲拉屌啊，盲拉。哎，这个眼是没了吗？啊，这眼也是快没了。然后的话，这个眼的话，大家也要注意，是只能插2个啊，这也是非常坑爹的一个设定。你如果插太多的话，前面插的那一个就会直接消失掉啊，就是这么屌。不要问我为什么啊，这就是想坑你的钱，对吧？对面德古拉呢？哎，对哦，我一直刚才好像一直没有看到过德古拉。好吧，那么我们继续来。这帕奇后期的话也是肉的不行啊，肉的非常肉啊，肉死你。来，这帕奇，这个司徒看见我就跑啊，啊，这钩子还是需要练多久多一下才可以啊。我是临时才选的这个帕奇啊，这个更新之后，这个版本更新之后，我貌似没有看到帕奇的这加强的公告，反正他钩子是加强了，可以那么大的范围啊，对吧？就这么屌，就这么屌，直接给你从大龙那里拉过来啊，就是这么屌。哎，来拉一下，哎呦没拉到，哦，西巴拉，查尔斯危险啊，查尔斯危险，哎呦，来控一下，来再来打一下，哎呦去，我刚才那控怎么被打断了？哎呦这个又没拉中，来个闪现，哎，啊闪现没。
怎么火甲的话，这个咱们还是展现火甲过去烧塔啊，居然被抢人头啊，这啊，不过怕几天就是辅助面啊，我一次都没死，哎，我最后发现我越来越屌了，对吧？那么直接就速拆速推，速推快点推，不要怂就是推，哎呦西巴拉西巴拉，给你拉出来给你拉出来给你拉出来，哎，打死他，拉，哎，怎么感觉有点哈，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啊，拉不出来，哎，我去。那么去大龙那里要插个羊，说不定什么哪天司徒就去，好吧，看到司徒这装备我就放心了啊，不过还是要插一插的嘛，对吧？插插更健康啊，这里再插一个，随便乱插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屌啊！哎，队友为什么我队友都不买眼啊？那么我们看一下对面的话，对面也没有，对面发育非常，真的是非常不好，我想出攻击了啊，我有点想出攻击的感觉啊，算了，先再把精灵凯出了吧。好的，那么下路他们是开始打起来，我这个屌，哦，是吧？这个打塔的伤害也是，够屌，这塔打塔的伤害实在是太低了，根本不能看呐，是吧？哦，投降了，这个屌，天，哎，看我，哦，不管用什么都是这么屌，对吧？这个加一分啊，这也就是说啊，又要接受残忍的晋级赛啊！我天梯，上次我晋级的时候遇到。对面开挂，我去！对面开挂一打他就网络掉线，我这三个人同时掉线，你不要跟我说是网络问题，啊，这个帕奇还是真的有点帅气啊！那么直接给我们打投降了，那么本来还是想玩一下奥罗拉的嘛，奥罗拉在天梯里面也是表现也是十分出色啊。那么我们下一次的话就拍查尔斯吧，为了不让他来打我是吧，免得让他在这个找做那么多车会是吧，那么我们下次就拍这个查尔斯啊。我说查尔斯也是今天早上刚刚刷到三星，那么我们这些视频就到此为止吧，没想到我奥罗拉居然又被禁了啊，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拍奥罗拉的梦想的啊。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